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今天大家一起跟向日葵还有小狐狸玩捉迷藏吧，你们还可以从里面认识到新的汉字。大家想要跟我一起去玩吗？快来出发吧，快和我一起去学汉字吧。一起去做一个小总结，快来找我吧。小狐狸在玩捉迷藏，小朋友快找到和绿色小树上一样的汉字木板，点一点吧。气，快去找小狐狸。气，哇云，找到和小树上一样的汉字，好棒啊。飞，小狐狸我看到你了，快找到和绿色小树上一样的汉字木板，点一点吧。飞，真棒。米，米，哇。橙，小树会给我们一些提示，快，橙，真棒。橙，找到橙这个字了吗？橙，真棒。米，米，你真棒。飞，小朋友们注意听啊，飞，哇。气，气，哇。云，最后一个字啦，云，答对了。找到我了，你真厉害。看一看会获得什么礼物。哇哦，你真是超级无敌大英雄。哈，电，玩，点击太阳，用太阳能发电吧。我们可以借助太阳能为我们发电。小羊要参加舞会，快点击吹风机为小羊吹个发型吧。小羊想要去参加舞会，用吹风筒去给小羊吹一个发型吧。没电了。没有电了，那我们得去再充一点了。电充满了，电充满了，可以继续给小羊吹头发了。谢谢，我去参加舞会了。不用谢，小羊。太阳发出的光可以用来发电，太阳就是日，它发出的电还拐了个弯，日字加竖弯钩就是电，电视的电。一起来读一下吧。电，电视，爸爸妈妈在看电视。一起来用电视造一个句子。爸，爸，妈，妈在看电视。爸爸妈妈在看电视。练，宇航员要回地球了，请把正确的拉杆箱送给他们吧，上面写着电。快来帮助宇航员找到行李箱。电，谢谢。请点一点汉字，电，电。请点一点汉字，电。最后一个宇航员了，电。
树，横折，横，横，竖弯钩。这个字念作电。再玩一次吧。竖，横折，横，横，竖弯钩。小朋友们注意一下它笔划的顺序。再玩一次吧。竖，横折，横，横，竖弯钩。这个字就是电视的电字。恭喜你获得了一张新字卡。太厉害了，顺利过关。彩虹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了。今天认识的汉字你们记住了吗？如果想要去认识更多的汉字，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